你知道吗？2020年，哦，牛津大学做了一个研究，台湾到目前是在这2020年是 Q2 还 Q 是 Q2 吧？它是疫情跟经济是全球第一名。这就是我们台湾，对吧？所以你看这不是天佑台湾是什么呢？对吧？你看这么多个台风来，嗯，往这边扑，哎，到台湾附近就散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到别的地方造成重灾。他如果今天扑向台湾，台湾一定有损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叫做啊，这天有在长眼睛呢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群善良可爱的，是不是？天地心宠儿啊，在台湾，而且是真心诚意的在做事。那么这股善的能量呢，的确啊，这各路好汉呢，看到也都要礼遇一下，是不是？但是啊，我讲啊，哦，天灾啊是挡过了，绕过了，对吧？目前为止，人祸有没有挡过、绕过？不知道。哦，但是我看现在大家都是属于打架的态势啊，哦，都说没有在怕的啦，没有在怕的啦，没有在怕的。就算没有怕啦，两边打起来，你这边总有伤亡的吧？不可能没有人伤亡吧？是不是？那为什么嘴要那么硬呢？要那么死鸭子嘴硬呢？天天好像唯恐天下不乱，尤其那个电视，天天就是没有在怕的，是不是？你人家本来没有要打，是不是？你天天没有在怕的，就算他现在带衰吧，是不是？那你天天这样子，人家气不过，人家也想打，是不是？那不是两败俱伤是什么？然后让外国人踩其力，是不是？那我又是我们中国人带水，是不是？又天天没完没了，干嘛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是很奇怪啊，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命运，过了一阵子就是要自己搞自己，然后自己弄，最后也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，对吧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现在动不动就是飞弹，动不动就是核子武器，是不是？动不动就大家就撒那了，就这样，然后大家都没在怕，现在真的都没有在怕，好像在对方是拿着那个大龙炮了不起了，是吧？那最后呢，我们也不差，我们也一大堆飞弹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最后呢，就大家蹦蹦再见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现在的人祸随时都会蹦一下就起来了，可怕在这里。但我觉得现在人都昏了，是不是？被几个人点火点起来，像大家都没有在怕的，都随时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后面呢？